哥哥，今天是早饭没得？好像听说昨天晚上日本又地震了，黑不黑人咯？我和你老汉都还好，你不要担心。今天先那个嘛，早点休息哈，晚安。哥哥，最近过得啷个样哦？你已经是大人了，要学着把个人照顾好哦。平时多吃点水果，早睡早起，不要熬夜，听到没得？就啷个嘛。晚安。信号を守ってください。右に回ります。ご注意ください。ごめんなさい。哥哥，今天是满月了哦，爸爸妈妈现在医院陪爷爷。哎，照张相给你看嘛，你等一会儿哈。看起精神还可以噻，你不要担心那边咯。就那个嘛，你爷爷要早点休息了，晚安。爷爷来吃。马上。